第七百五十八集，冒险第二关开始，你们将逐一进行第二关，每次一个人。开始后，他的脚下光芒会亮起，轮盘旋转，停下那一刻，在他身前的是什么，都有相应的规则。做到算过关，做不到，进入深度冒险，有生命危机的深度冒险。 如果依旧不能度过死，在轮盘所选项目出现后，也可以直接选择进行深度冒险。现在开始，第一个徐三石。谁也没想到，刚刚承受了最大痛苦的徐三石，在这第二轮居然会是第一个开始的。他所站立处的圆形地面金光亮起，那个巨大的轮盘也开始自行旋转起来。 上面的各种符号都因为其高速的旋转变得模糊了，此时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交流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轮盘的旋转。渐渐的，轮盘旋转,转的速度慢了下来，那一个个符号不断的从徐三石面前掠过。身上的疼痛刚刚减轻了几分，徐三石还没等喘过气来，竟然又要面对着第二关。他也不知道这第二关会带来什么。正所谓。 无知者无畏，现在的他反而没有什么担心了。终于，轮盘在高速旋转之后渐渐停了下来。当他最终停顿的时候，停留在徐三石面前的那十分之一狭小扇形随之亮起，上面所附带的符号也亮了起来。这是一个魂形的符号，冒险内容：舌吻。接下来，转盘将重新选择，无论选中谁。 你必须说服他，或者强迫他与你舌吻三分钟，全部时间为十分钟。如果无法做到，进入深度冒险。再次强调，深度冒险将会极其危险，你们甚至有可能会面对自己根本无法抗衡的强大对手，死亡几率超过五成。选择开始，轮盘立刻就开始二次转动起来。 徐三石目瞪口呆的听完这一切，而其他人也都清楚的听到了这平淡的声音。一时间，女孩子们除了江楠楠之外，都是花容失色。徐三石先是呆了呆，紧接着一抹喜色不由得在眼底闪过。这简直就是青次接吻呐！看看吧，除了自己之外，剩余的九个人之中，大部分都是女性，只有霍宇浩、贝贝、戴华斌这三个是男的。 也就是说，自己有三分之二的几率选中女孩子。哼，都是美女啊，无论哪一个呵呵，强迫倒是不用吧。大家都是为了活下去，对吧？似乎是受到了心态的影响，徐三石勉强站了起来，直愣愣地看着旋转中的转盘。这一次，转盘又恢复了第一轮时那种金光旋转的模样。那迅速移动的金光不断闪烁着，渐渐已经慢了下来。 徐三石瞪大了眼睛，心中暗叫：“女的，女的就行，谁都行。虽然说朋友妻不可欺，但在这生死关头，对吧？他们不会理解我的。”金光终于停了，当他定住的一瞬间，徐三石的两个眼珠子险些从眼眶中跳出来。“你玩死我吧！”徐三石惨叫一声。金光停顿之处，恰好就是他认为。 最不可能的那三分之一，停顿的位置正好是贝贝脚下。选中，倒计时开始。两道金光同时亮起，徐三世和贝贝立刻出现在了中央圆台的位置上。一个金色沙漏在空中悬浮出现，细密的淡金色沙粒已经开始向下流动。贝贝对于自己被选中出来，也同样是目瞪口呆。这两个好友兄弟彼此相互对视着。 一时间，两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徐三石仰天痛叫一声：“你真的要玩死我才甘心吗？怎么会是贝贝？怎么会是他呀？”他很想立刻就高喊一句：“选择深度冒险。”可是，刚才那石鞭子的剧烈痛苦还深深的烙印在他心中。徐三石很清楚，那不知名的神秘存在是绝对不会客气的。一旦自己选择， 面临的可能真的是死局，人家明显不待见自己啊！只要舌吻三分钟就能过关，总比死好啊！只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当着江南呢，徐三石顿时感到自己痛不欲生。贝贝，徐三石艰难的叫道，舌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。 贝贝像是被踩中了尾巴的猫一般猛然跳起，怒道：“你想都别想！你以为我想吗？我也不想啊！可是为了生存，你要理解我呀！难道你真想我们大家都死在这里吗？”哼，被你亲了，我还不如去死。不亲是死，亲了也不一定能活。我干嘛让你亲啊？天知道这鬼地方还有多少折磨人的手段。一共三关。 全部通过者可以离开，而且会根据通关情况获得不同程度量身定做的奖励。贝贝 <laughs>，听到了吧？一共就三关。这个地方虽然诡异，但那家伙说话应该还算算数的。而且他之前的问题虽然刁钻，但也只是从我们的感情方面出发。你就忍耐一下吧，为了我们未来的幸福，难道你不打算去救小雅了吗？ 我一听到“小雅”这两个字，原本如同斗鸡一般的贝贝顿时软化了下来。是啊，他能够不顾自己的生命，可是小雅呢？没有他去营救，或许小雅就永远做一个失去灵魂的邪魂师。心念电转之下，贝贝长叹一声，闭上双眼，面对徐三石的方向道：“来吧。”徐三石看了一眼空中的沙漏。 猛一咬牙，大踏步的走向贝贝，他的眼神一直都盯视着贝贝的唇，心中不断的念着咒语：“那这是两片香肠，两片香肠，两片香肠。”贝贝心中也同样默念着咒语：“就当被猪亲了，被猪亲了，被猪亲了。”终于，徐三石来到了贝贝面前，哥俩差不多高，不需要谁将就谁。 可是，就近在咫尺，徐三石却硬生生的停住了。那毕竟不是真的香肠啊！我来了，徐三石忍不住说了一句。徐三石一咬牙，一闭眼，直接就凑了过去。嗯，当贝贝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碰到自己嘴的一刹那，终究还是忍不住了。早上吃的东西瞬间伴随着胃里翻涌的酸水奔涌而出。哦，徐三石显在因为心情的关系。 是略微低着头的，因此撞在贝贝唇上的是他的鼻子。此时被他吐了一脸，本来还略微坚强点的心态也是瞬间土崩瓦解。同样是狂吐出声，也吐了贝贝一身。这看上去似乎很容易完成的冒险，此时却似乎变成了贝贝和徐三石的梦魇。两人吐的这叫一个淋漓尽致。舞会本谷，直接进入深度冒险。 金光一闪，就像是扫把一般，将徐三石、贝贝连同他们吐出来的东西，全都一扫而光，消失不见了。这，眼前这一幕看得每个人心脏都在抽搐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、啊？最是目瞪口呆的自然是江南的了。他是又心急又觉得有点好笑，不过心里也在暗暗庆幸：要是那坏家伙真的和贝贝那个了，哼！可是，他们能过得了深度冒险吗？ 那可是百分之五十的死亡率啊！不过想到贝贝和徐三石在一起修炼多年，彼此配合极为默契，更是一善攻一善守，应该有机会博取那百分之五十的存活率。正在江南呢，胡思乱想的时候，轮盘已经再次开始了转动。看着轮盘上那一个个怪,怪异的符号，众人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，祈祷着自己这里冒险这一关。 不要那么变态才好。每个人的呼吸都不由得变得难看起来，牢牢地盯视着那急速旋转的轮盘。他们很清楚，无论早晚，自己都会有被轮盘选中的那一刻。一道金光骤然亮起，这一次却是亮在了江楠楠脚下，这也意味着这一轮轮盘是为她而旋转。江楠楠的心情还没从先前贝贝和徐三石的情况中调整过来。 邓子脸色一变，有些骇然地看着面前轮盘，轮盘缓缓停顿下来，是另一个符号。这个符号看上去有些怪异，上面是三个拳头，其中一个较大，另外两个较小。击败被选中的两个对手，获胜过关；失败，进入深度冒险。对手获胜，继续轮盘资格，在之后的选择中降低冒险难度。 对手失败，继续轮盘，增加冒险难度。轮盘转化为金色，但这次却是两道金光迅速扫动起来，一对二。虽然这次冒险的内容不像徐三石那样变态，但也同样极难呐、啊。在场众人之中，哪一个的实力又弱了？尤其是唐门众人，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好，又怎么下得去手？两道金光先后停下。 看到他们停住的位置，江楠楠却是松了口气，这应该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两道金光分别停顿在宁天和乌峰这对怪异的怨侣身上，金光闪烁，二女入场，场内三女呈犄角之势相对。乌峰和宁天对视一眼，两人都看到了彼此眼中那一抹怪异之色。江楠楠可不知道他们第一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。 更不清楚他们之间那份怪异的同性之情，但对手是他们俩，江南的自然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。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个圆形平台，但面积对于轮盘来说虽然已经是巨大，可对于魂导师们的战斗来说却是一点都不大。五个魂环几乎是瞬间就从江南的脚下升起，与此同时，江南的身上的第二、第三两个魂环。 几乎是同时亮了起来，巫风和宁天只觉得身体同时一沉，这才意识到不对，各自从彼此之间的尴尬中反应过来，然后他们就看到江南楠下一瞬出现在了宁天背后，伸手一探就抓向了宁天的肩头，这就是江南楠的第二魂技重力控制，加上第三魂技瞬间转移，宁天虽然是辅助系战魂师。 但正因为他自身没有直接战斗的能力，因此对于自己的保护也更为重视。一层光照直接从他的身上弹了出来，正是五级魂导护罩。同时，身体前探，一个缩形魂导器出现在他的脚下，带着他就要向前冲。可是，他有防御的准备，难道江楠楠就没有进攻的准备了吗？身为已经进战魂导师。 江楠楠的所有战斗方式和战术都是要贴近对手才能发挥出来的，而随着魂导器的出现，越来越多的魂导器对于他这种近战方式产生了克制。针对这一点，身为史莱克七怪之一的江楠楠，专门请学院为他打造了一套适合他的近战魂导器。先前大赛中，因为他出场机会不多，团战中面对的对手又太过强大。 一直没有发挥他这近战魂导器的机会，此刻却是立刻就用了出来。江楠楠双手中指上各有一枚银白色的戒指，光芒亮起，紧接着他那双修长的玉手之上就多了一副银白色的手套，手套掌心处呈现为吸盘状银白色花纹，此时光芒大放，竟是硬生生的吸住了面前明天的魂导护照。 他想要立刻脱离的想法为之破灭。不仅如此，金楠楠那手套上各自弹出五道利刃，如同热刀入牛油一般，瞬间侵入魂导护罩，继续抓向宁天的肩膀。不过，大家毕竟不是生死仇敌，都出自于史莱克学院。当金楠楠的双手接触到宁天肩膀前的一刻，利刃迅速收回，只是手掌上的抓捏而已。 江楠楠的所有魂技几乎都是为了近战而存在的。如果有人认为他的战斗力弱，那就错了。一旦被他近身，又没有远超过他的实力，那么几乎就相当于战斗的结束。被江楠楠双手抓住肩膀，宁天就感觉到自己肩头一麻，全身都有些酥软下来，仿佛是血脉被封住一般，体内魂力的流转顿时变得艰难起来。 被破开的魂岛护罩一下就消失了，然后他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，人已经被江楠楠抡了起来。这一切都是在电光火石间发生的。当乌风冲向这边的时候，也正是宁天被江楠楠抡起的时刻。愤怒的龙吟声中，乌风全身火光大炽，火红色的龙鳞透体而出。宁天的身体被江楠楠抡起，江楠楠自己。 自然也就暴露在了乌峰面前。乌峰的战斗经验也不差，一双龙爪前探，第四魂环瞬间亮起。为了救宁天，他一上来就用出了自己强大的魂技。乌峰的身体消失，火红色的光芒汇聚成龙光影，在空中一闪而没，直奔江南的撞来。第四魂技龙飞翔，但是江南的身上同样亮起了第四魂环，一层金光闪过。 竟硬是吃了乌风这一击！砰！轰！明天被江南南狠狠地砸在地上，顿时摔了个七荤八素。在他身体接触地面的一瞬间，明天才真正感觉到江南南的可怕。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突然重了十倍般，而且在江南南松手的一瞬间，从他手上传来了一股窒息的力量，令自己催动的魂力瞬间崩散，就那么实打实的被砸在了地面上。